只能走方阵直线类型的框架。旗队在1992年成立，除了室外 Marching Band 之外，在管乐和乐器有相当水准的表演，还是拍照。连续12年获得全国学生音乐室外的行进比赛特优，亦曾赴各国参加世界乐器大赛。今天我们非常欢迎建中乐器队，一名天母国中。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。Thank you.
开始拉风车了。